蘑菇。你躲在市场，我还是找得到你。蘑菇，回家。嘿，荧幕前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就跟仙女姐姐一起来唱，我们再唱一次，来啦！蘑菇，躲在市场的角落。蘑菇，不要忘记要洗它。噜啦噜啦嘞。蘑菇，把它切成一小片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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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洋葱拜拜，洋葱，把它切成碎状。哎呦！当，蘑菇，还有洋葱，不要再给我叠字字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反正这样就可以开始煮了。蘑菇，今天也要加油哦！加油！洋葱，把它下下去。啊，要不要再加一点奶油？好啊，然后再把它给炒一炒。记得炒的时候要小火啊，不要烧焦了哟。蘑菇，放进我的洋葱锅，然后炒，DJ 炸的 B。要不要再撒一点盐进去？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你知道男女生之间独处总得需要一些私人空间啊，这时候我们就不要打扰他，不要打扰他。10 minutes later. OK, Sano. 哇，我去，这家人们这太香了吧，天哪。哇，我受不了啦，我先吃一口。我的妈！嘟！蘑菇，放进我的牛奶锅。蘑菇，还要加一些鲜奶油。跪死了！加班！蘑菇，因为我很穷，所以我只有果汁机，没有破壁机。可是应该都一样了。看起来很荒唐，可是人生嘛，人生就是充满了一堆荒唐的事情，一个悲伤的事情交错，然后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望了。蘑菇，再把它给倒回去。蘑菇，再把它放进我的牛奶锅。蘑菇，看起来是个蘑菇毒汤。OK, 让我们来尝一口蘑菇浓汤。哦，很浓汤。要不要再多加一点盐？很需要。要不要再加一点胡椒？这个也很需要，这个真的蛮需要的。还可以再加一点香草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可是加一点嘛，跟风嘛，现在人不是最爱跟风啊。然后再把它用心的搅一搅啊！哇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吃的蘑菇浓汤呢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很有料哎，香草真的很有料 ，My God， 味道直接一整个提升一个阶段，加爆！然后如果水能换成高汤啊，其实再来说应该换成高汤，可是你知道大学生都是个大忙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能用水，可是如果换成高汤的话应该会更好喝，不然只有水的话好普通，跟我人生一样。蘑菇，做成一碗汤。屏气凝神，只有一次机会，专注 ,go! 蘑菇将就完成了。哇，这根本是艺术吧，看它旁边白色的艺术啊。拿起我的汤匙，我要。吃掉。其实不错喝，真的。要记得加蘑菇进去。好吃。